我们继续了。那么刚才啊，我们前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的衣食的第一个是怎么诞生啊，然后呢它就是怎么样去轮回啊，这个前面提到过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再看看它的这个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它的过程。那么这个我们也还得要看看这个下面的，就是这个《长阿含经》啊讲的啊这个十二个缘起制。缘起啊，大家应该知道的，我们佛经里面讲有缘起和愿灭啊，毁灭的灭，愿起和愿灭这两个特别的重要。那缘起呢？就是因为这个无明啊，然后后面的这个一个的发展啊，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缘起，因为有这个缘，有这个因，有这个因和缘，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后面的过，这个叫做缘起。愿灭啊，愿灭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这些因和缘，然后灭了，那么后面的果也会灭啊，因为因不存在了以后呢，果自然就不会存在。比如说我们烧水的这个电热水的壶的这个开关一关然后水就不开了水就不开了，一开水就开始开了一开水开始开，水温就越来越高，这个就是缘起啊。然后这个电开关一关然后水温就马上会下降不开那么这个叫缘灭啊，缘起和缘灭是这样子。然后缘起缘起是轮回轮回，然后缘灭是回归的过程缘灭是回归的过程也就是解脱修心也就是我们四圣谛里面的导的过程。导的过程就是缘灭然后缘起是我们四圣谛里面的苦和喜或者寂的过程苦和喜，因为苦就是果，寂就是因，因为只有了这两个因果然后就是缘起，就轮回就走得越来越远我们离我们的本心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但是总有一天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还有一个本心我们的本心是纯净的是本来呢是清净的，是光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因为有他有思考，所以就他觉得我应该回归应该回归。那么回归的这个路程回归的路程就是愿灭的过程回归的路程就是愿灭的过程。这个时候呢，某一个缘灭了以后因为这个因灭了以后呢，它后面的就果也会灭这样子。那现在就在讲这个还在一直在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在轮回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一直是往前走的时候那么往前走的时候呢，它的推动力是什么然后以什么东西呢让我们一直往前走然后呢往前走的过程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以十二缘起制以十二缘起制来阐述下面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图十二章十二个图那么我们用这个来看我们刚刚讲的最这个边缘上的这十二个图那么这十二个图呢也是传统就是这么画几千年就是佛经里面就这么讲。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他的书里面的这个画画的这个象征这个描述的方法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个当时这个小乘佛教的律经印度的这个律经和印度的这些佛教的这些成就者学者他们的书里面都找到这些图的这个这些图案的表达的意思就怎么去画这些都是讲得很清楚的那我们
现在用的呢就是一个古老的这个一个寺庙的壁画啊，所以这个它有些地方呢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还有一个呢，他们的这个画的啊，也就是有些时候呢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知道就好了啊。那第一个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五明支啊，五明。实际上这个火车的车头啊，火车的车头在拉后面的这么多的车厢在奔波啊，然后呢我们的轮回是以什么东西在拉啊，什么东西它的这个真正的它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五明啊，原动力就是五明，火车的车头啊就是这个五明。因为我们五明是什么？五明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不了解自我啊，我们一直都认为剩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就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啊，然后呢我们同时也就认为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啊，真实的世界。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有这出现了这么多的聪明的，这么多的伟大的这些人啊人物，但他们呢也从出生到死亡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自我的存在啊。比如说像笛卡尔这样子的哲学家，他也就是通过他的逻辑来证明这个加强我们的这个我知啊，我死啊，故我在啊，因为我在思考啊，你其他什么都可以怀疑，这个不可以怀疑，因为这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思考，他在呀啊，但是他也没有搞清楚，实际上真正思考谁在思考，因为是我在思考，我是什么啊？这样子以观察的时候，这也是。从佛教的这个逻辑前面呢，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不了解自我啊，我们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啊，然后就是为了满足这个自我的需求啊，然后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欲望啊，然后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呢，然后又产生了抱怨呐、愤怒啊。所以都是这个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图里面呢，这个鸡和蛇。都是从这个猪的嘴里出来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愤怒啊，我们的这个贪啊，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不了解自己，所以产生啊。那么这个五明就是什么呢？五明就是无知啊。有了这样的愚痴之后啊，我们就会把所见到的外面的世界，所闻到的这外面的世界，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的。真实的啊，这个呢我们之前以前也就是在我们这边的公司也讲过这方面的，比如说黑客帝国啊，这个是最最最好的一个电影，黑客帝国里面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啊。那么就比如说他电脑程序变出来的一个整个的世界，这个整个的世界啊，整个的世界，然后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是电脑的程序变出来的，他们都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然后人都在这个当中生活啊。那么从像电脑的程序啊变了一个模拟的世界，变出了一个模拟的世界，然后这些人呢啊就到这个模拟世界里面去生活啊，然后呢他可以永远都在这个当中生活啊，然后呢到死为止啊，他从来都不怀疑啊，这个模拟世界啊的真实性，实际上就是电脑变出来的一个世界，它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世界啊。但是呢，啊，因为这些人就是在这个当中啊，他可以生活啊，然后呢，他也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他这个世界是一个模拟的世界啊，所以他表达的特别特别的好啊。所以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业力啊，业力给我们设定的啊，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世界啊。前几天我看到一个那个杨振宁的一个视频啊，他也说，有人问他上帝在不在，他说啊，这个造物主，如果你是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话，那肯定是不在的。但是呢，如果你说这个
有没有一个造物主呢？他说有一个造物主啊，就是说他说他二十多岁，他现在九十多岁，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是坚决反对这个啊，他是非常有自信的。但是他说我现在就越来越没有这个自信了啊，九十多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自信呢？因为看的东西太多了啊，看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这实际上就是不是这样子。他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麦克风啊，他可以就传递这个声音，但这个肯定是有人去设计啊，有人去做啊，如果不做的话呢，怎么可能天下掉来一个这样子的麦克风呢啊。同样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力量啊，在这个做啊，就所以就是有一个，他认为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造物者啊，但不是像人格化的上帝啊，就其他的力量。那么这个其他力量正好就是佛教，佛教就是说这个就是业力，那我们的业力给我们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让我们到这个里面去生活，然后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生活，然后呢从出生到死亡，我们从来都是没有任何的疑问，因为这个业力它设计的这个世界是设计的特别的完美，完全是天衣无缝。任何一个再聪明的人，像爱因斯坦这样子的聪明的人，他都对自己不会有什么疑问啊，对世界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啊，只不过就是去研究一下这个世界的微观世界里面的一些结构而已啊。实际上整体上他觉得都是存在，那么这个就叫做无明。这样子我们给这个世界和自我这样子定性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去这个追求名啊利啊然后就是因为名利就是追求的过程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啊，所以就是这样子。而正是这种执着才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才这种执着给我们带来是痛苦的。这特别简单啊，这个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我们平时也很多时候都是在讲，比如说他讲的很多的道理啊，就是这当下我们就可以真实的说，因为我们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执着，特别简单啊。比如说对一个某一个事情比如说一个这样子的激光笔我特别特别执着它以前比如说大家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子的话，我对他特别的执着特别的执着。那么特别的执着的那个时候如果我失去了这个极光臂的话，那么他给我带来的痛苦呢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呢大家都用这个极光臂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极光臂就不是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不对他有什么执着了不执着的时候呢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不执着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激光臂了那我也不会有什么痛苦所以我们对一个人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人特别执着的时候特别执着的时候，比如说自己的儿女也好，家里的情人也好特别的执着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对他们有很高的要求然后呢他的一举一动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但当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行举止也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幸福，但是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要求很高，因为这对方做不到所以呢就是更多的时候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痛苦和不满。但是如果他能够满足到我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我带来幸福和快乐。那么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子，对一个物质也是这样那么有一天慢慢对这个人就没有那么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举一动我就不那么在乎了跟我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开心的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不开心的时候那么人都不是这样子吗？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是活生生的例子，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静下来观察一下，我这个痛苦呀快乐呀来自于什么呢？当然是我们就是认为来自于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来自于这个人的执着我们平时也来自于，我们认为来自于这个物质，根本不是，我们的这些痛苦快乐都来自于对这个物质的执着那么这个我们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
经历过成千上万次啊，经历过成千上万次，所以呢，跟我们带来的就是痛苦的，就是这个执着。那么最大的执着是什么呢？最大的执着是一切执着的基本啊，最基本、最基础是什么？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定位啊，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啊，然后我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么这一下子呢，然后所有的后面的这些东西都出来了啊，贪嗔痴呀等等等都出来，所以呢啊，这个无明智就是火车的车头。那么我们这个里面看到的话，在这个上面看不清楚，但佛经里面讲，这是一个啊，这个一个盲人啊，一个老太太啊，一个失明的老太太啊，失明的老太太。那失明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看不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无明啊，因为有无明的时候呢啊，他就是很多事情是他看不清的啊，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执着把很多东西就掩盖啊遮盖住了，他看不见真相啊，所以是一个失明的。他为什么是一个老太太呢？因为他老了，很多事情呢，他的比如说他自己的比如说生活啊，很多事情呢，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啊，那么只要这个无明啊有了以后呢，那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能力，或者是无明他自己，因为有了这个无明以后呢，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啊做很多的取舍，我们看不见因为真相是什么，所以就是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去处理，那只有这样子愚昧。比如说我们在梦里面是特别好的一个例子啊，梦里面呢我们对梦的世界啊，比如说我们在梦里面呢做噩梦的时候啊，这个噩梦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恐惧呢一点都不低于现实啊生活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恐惧。然后呢梦里面呢啊赚了大钱了啊，发财了啊，那么这个高兴啊和满足感一点都不低于现实生活当中的满足感啊。那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什么？当然是来自于对梦的执着呀，就是因为我们把整个梦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真实的啊，所以就在这个当中产生这么多了。如果我们啊学这个密宗里面的这个梦瑜伽啊，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现在在做梦啊，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就立即知道了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呢，那梦里面你发大财会高兴吗？也不会高兴的啊。梦里面你来到悬崖上啊，你会恐惧吗？你也不会恐惧的啊。梦里面你就遇到了猛兽啊毒蛇啊，会害怕吗？也不会害怕啊。那这些是什么原因呢？梦还是看得到的啊，你当你自己在做梦的时候，知道在做梦的时候呢，梦会啊它仍然会继续的，但是呢梦可以看得到，但是没有这种恐惧了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问啊，证悟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证悟以后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啊，生活这已然啊是要继续的，然后呢该做的事情呢他还是要去做的啊，这个世界呢还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到八地以下都是这样子的世界，八地以后会发生变化啊，这个世界都是不会有什么变化，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啊和认知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后呢，那么跟梦是一模一样，所以呢啊这个无明有了以后，它就是它就不让我们看到真相，然后就发生了很多后面的事情啊，这是第一支。第二支啊，第二支是什么呢？第二支这个土里面的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陶家啊，陶家就是这个烧制这个陶器的人啊，烧制陶器的人。我想古代就是唯一一个机械化的东西呢，可能是这个啊制作这个陶器。这佛经里面讲特别多，这个陶器的，凡是要讲一个自动化的东西的时候呢，就用这个陶器的这个工具拿来讲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在那个像尼泊尔这些地方也看得到古老的这制作的一些方法，因为这个很多的轮子啊，就把泥放在这个轮子上面，然后呢，这些轮子呢就像车轮一样，一个转动一个，一个转动一个，这样先第一个车轮转动了以后呢，它就停不下来，一直都转，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机械。那么我们佛教里面经常用这个东西来讲，可能那个佛陀的时代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多的机械化的东西，唯一一个这个自动化就是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跟自动化是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形止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形是什么啊。平时就是心动的心，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行实际上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业力啊，业力。因为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啊，制造啊，很多很多的这个业，比如说善业、恶业啊，很多的业啊。那么这个业啊，我刚才说了啊，佛教如果要真的要造一个这个造物者的话，那就是业，就是造物者。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特别的清楚了。如果你佛教里面呢，一定要造一个造物者的话啊，那就是这个业，就是这个造物者，业它创造这个世界。那么业是我们身口意的这个善业和恶业啊，全部都叫做行啊，而第二支行止。行止的含义啊，是因为有了五明啊和烦恼，然后呢就产生了啊一些我们身口意的行动啊，身口意的行动呢，我们有些时候去造行善啊，有些时候呢造罪，那行善造罪都叫做业啊，那这个业啊就是叫行。那么这心呢，比如说他这个讨价啊，制作陶器的人，他通过这个他的技术啊，然后呢就制造各种各样的器，这个陶器啊茶杯呀、碗呐，还有就是茶壶呀等等等等，他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陶器。这个人，那么行就是这个爷啊，就像这个讨价这人一样。啊，他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迹啊，比如六道轮回都是他使及的，是他创造的。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时候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啊，就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呢，我们认为就是它就是一种巧合，或者是没有其他原因，但实际上呢，也有可能是这跟业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所以第二啊，就是业啊。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啊？佛家是这样子，这个十二缘起只是一个，如果是我们想了解一下佛教的这些，意识流的这过程的话，特别的重要啊。他把十二支分三个阶段啊，分三个阶段，一个是前世的阶段啊，中间的这一步是这一世的啊这个过程，然后呢？最后的几个是下一世发生的事情啊，它十二支当中呢包含了前世、今世、下一世啊，这样子。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十二支全部都是以这一世来揭示，也就是全部都是以这一世现实的过程啊，都有这样子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们现在是用这个主流或者是通常讲的方法是，无明是什么呢？是上一世啊。的无明，然后呢，行也就是上一世啊，他造的啊各种各样的业，好，这两个是上一世啊，属于上一世的。好，下面呢第三啊，第三识啊，识是什么呢？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佛教心理学里面经常讲的主要的就是用识啊这个字，就识就是我们意识的全部，意识流的全部。叫做识。那这个地方呢，识是什么呢？识就是它这个地方的有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当这个父母的精卵啊结合的瞬间啊，瞬间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识就会啊投进去啊，投生了啊，投进去。那么那个时候当时的意识啊，叫做识，在十二缘起之当中就叫这个叫识啊。平时我们在佛教里面叫识是什么呢？那就是八识呀、阿赖耶识呀，很多很多。但这个十二缘起之里面的识，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啊，就是中阴身的行啊，行识融入父母的啊这个精卵的时候
然后这个父母的精卵结合的时候，然后第一场呢我们的医师呢会投进去。那么这个时候投进去的这个医师，这个特定的时间这个瞬间的这个医师才叫做实其他时候的医师不叫实。十二院体制里面的实就是这样子。那么他就是用一个猴子用一个有两用一个猴子来象征来形容。那么因为猴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就是特别的爱跑爱动静不下来静不下来，不愿意静下来那么我们的意识就是这样子，它就是让它静下来，它静不下来，它特别的喜欢活动特别活跃这样子，所以就是用猴子一只猴子来形容。那么这个是我们就开始先开始这个就开始这个怀胎的这个过程就开始了五名和师呢是牵引师了然后呢这一师就开始了，这一师从这个怀孕的那个瞬间开始说起。那么这个时候呢怀孕的第一个瞬间佛教就认为，如果只是有一个父母的这个精卵它不会变成一个生命。那么它要变成一个生命呢，必须要有这个中阴神的意识的这个投入，这样子它就慢慢它就发育成一个生命这是佛教的观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世的开头这一世的开头，这一世的第一个瞬间就是意识透进去的时候这是第三值了，从第三值开始讲现实了我们现实。好，第四个呢第四个叫做名和色名色。这时候名色是什么呢？名色是从主胎的第二刹那第一刹那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十就是第一刹那，现在是从第二刹那开始第二分钟或者第二秒或者第二个瞬间开始算起在受精卵逐渐演变形成人体的这个过程的最最最初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只有胎心但是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这个人体还有器官，这些都还没有形成器官没有形成。那这个我们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给大家推荐一本佛经，那个叫做阿难乳胎经阿难乳胎经这个里面讲特别特别的多，这个整个的这些这个怀胎的，比如第一周是什么样子，第二周什么样，第三周是什么样子，他一共讲了38周，一共讲了38周，在38周的这个过程当中讲得特别清楚。还有一个，如果再要详细了解的话呢，那就是去看这个密法里面密宗里面呢，它不是每一周它就每一天发生什么，第一天发生什么，第二天发生，第三天是发生什么，然后他就讲这个父母精卵的这个细胞就是结合，然后再分裂再分裂变成几个这个细胞，然后又组合，这些都讲得特别特别清楚这个我们以前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比利时的一个人，他就在看这个大圆满的，就是这个部分，他自己是学医的，他特别好奇，他说这个佛经就是几千年前他为什么讲到这些呢？这跟我们现在西医讲的是一模一样，这些细胞的组合呀，然后又这些细胞的分裂呀，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跟他说这个佛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记载的，这个佛当时是知道的是比如说一些微生物呀还有等等，有很多这样子，这是他看到的，就是这些他特别好奇所以这些讲得特别的清楚。那如果大家想更多的去想了解一下佛经里面讲的这怀胎的过程的话呢，那大家可以看这个阿难乳胎经当中呢，就是他就讲每一周发生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密法里面呢就讲每一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第二个过程到还没有这个形成器官还没有形成的这个中间就是父母的精卵结合到那个器官还没有形成的这个中间叫做名色色是什么呢？色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无晕的无晕当中的这个肉体我们可以简单这么说
不说无蕴，说煎蛋啊。第一个，我们的肉体，那个时候的肉体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体，还没有形成，但是呢，就是已经有这个啊胎。那么这个肉体的部分叫做色啊，就是物质啊。明是什么呢？明就是那个时候的意识啊，那个时候的意识精神，精神和肉体，那个时候它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人体，但是呢有精神，有这个生命，有身体。它的身体的这个部分呢叫做色，然后它的这个精神的部分叫做明啊，这样子。然后这个这突就划得特别有意思啊。突是什么呢？突就是一个船啊，一个小船啊，然后呢里面呢有几个人啊，就是过河啊，过河。那这什么意思呢？啊，小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船啊，这个是船，就是象征啊，船就是象征这个他的身体啊，怀胎的时候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因为人就乘船啊，渡河，从此岸到达彼岸。然后呢，船就是那个时候的名和色的色，就是那个时候的肉体啊，象征肉体。然后呢，人啊，船上的人就是象征那个时候的意识啊，因为意识它通过这个肉体啊，木胎的这个肉体，然后呢，从上一世啊投生到下一世，因为这母亲的肚子里啊，这就是一个过渡的时间啊。就是像渡河的啊，渡河的时节那个时段一样啊，上一世是次岸，下一世是彼岸，然后呢，坏胎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渡河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船啊，然后去渡河，然后他就是说，这个啊船啊身体呢就像船，因为它是生命的载体啊，然后呢上面的人。啊，就是他的意识，然后呢，船的这划船的这个船桨啊，这东西呢，这工具呢，啊，就是好比是他的业力啊，因为船它为什么往前走呢？它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划船的人手里面的这个工具船桨啊，啊，过去的船都是没有这种机械的动力啊，就是要靠这个。然后呢，大船就是到航海的时候的这大船呢，它要靠风力。啊，风力，那这些渡河的小船呢，就是靠人的这船桨啊。那么船这个业力是什么呢？这个时候的业力，这个时候是什么东西啊？让它从上一世到下一世呢？啊，那就是它的业力。业力就是像划船的啊船桨，所以这个船它为什么要画一个这样子的呢？它就是有这个意思的。然后这个河。是什么呢？河就是要过河，就是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上一世和下一世中间的啊，这个过渡期就是中阴啊，它就是表示这样子。所以那个投生了以后呢，啊，投生了以后呢，然后就啊，就还没有形成这个人体的时候呢，就开始在啊，就往下一世在走，正在走。然后第五啊叫做入职啊，第五叫做入职，入就是佛经里面的一个俗语，也可以说处职啊，处也可以啊，处的话呢我们更容易理解，处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这些感官，它实际上指的是感官啊，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就是我们的眼识、视觉、听觉，它们的来源啊。所以呢叫做处啊，也叫做如。那这个就是说十二缘起中的这个如这个字啊，就是指的是眼根啊，眼根、耳根、鼻根，那这些是佛教的用词啊，眼根。比如说眼根是什么呢？用现代语言讲的话，就是眼根就是眼球里面的结构啊，比如说像视网膜啊、晶体状啊、晶状体啊，还有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些啊。那耳根的话呢，主要是耳膜啊，这个叫做佛教里面叫耳根。反正这些器官啊，就叫做眼耳鼻舌身的器官啊，就叫做这个如六如，有如指。然后虽然还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发育成熟啊，但是呢，
他的眼睛虽然是看不到外面，但是呢正在形成，这个器官正在形成，但是这个器官呢还不工作啊。刚才前面这个阶段呢，这个还是他根本没有器官，还没有形成啊。那这个时候呢，开始人的这个器官开始形成了，但是这个器官是他目前还没有成熟，所以他不能啊，目前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还不能看外面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看到这个凸是一个空房子啊，空房子，这个空房子有六个窗户啊，六个窗户，六个窗户就是象征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个空房子是为什么呢？它里面没有主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的这个比如说视觉还没有啊，听觉还没有，但是呢产生视觉的这个啊眼睛正在成熟当中啊，正在发育当中啊，已经有了这个已经有了它，已经有开始了，但是呢还没有，在这个还没有看到，还不工作，那这个过程啊叫做乳汁啊啊，这是也是这个啊胎儿的时候，然后滴流啊滴流啊，就是出啊，出是什么呢？出就是接触啊，或者是用佛经里面讲这个聚合啊，聚合聚合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啊，是指眼根、耳根、鼻根等五根啊，已经成熟了，它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然后不仅是成熟，而且它能够接触到外面的啊世界，比如说胎儿啊，那个时候它可以听得到外面的声音了。那么听得到外面的声音的时候呢，接触的意思是外面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声波和他的耳膜是可以接触的，这个时候是可以接触的。然后接触了以后呢，也可以产生他的这个听觉。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啊，就叫做初值，也是胎儿期啊。那么这个凸呢，就是一个人啊，就是抱着一个小孩啊，小孩触摸小孩啊，接触小孩啊，那么这个就是象征啊，这个触这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胎儿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的时候了。然后从这个以后呢，然后胎儿就有感觉了。那佛经里面，比如说阿难如胎，这个里面就将这个胎儿的这个期间啊，比如说母亲的饮食呀、运动啊，如果不合理的话，给他造成特别特别多的痛苦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感觉得到这些痛苦，之前是他没有这些感觉的啊，这叫做除。然后叫做熟啊，熟，熟是什么呢？熟是因为他听到了这个。他比如说胎儿的这个耳膜跟外面的声波接触了以后呢，接触以后他就产生了一种感受啊，有些声音他觉得很舒服啊，听起来，有些声音呢他觉得很痛苦啊，那就是这个就是受，受就是感受啊，感受啊，这个时候呢胎儿就已经有了啊痛苦啊快乐的感受啊，这个痛苦快乐的感受就叫做受值。手是指从啊能够辨别痛苦呀、快乐呀这样子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的成长，啊，直到后面的这个早业啊之前的这个过程啊，这个但这个时候呢，现在是讲那个他刚刚开始能够感受到的这一阶段叫做手指。那我们看看这个凸里面，这凸很有意思的，这个凸呢。这个凸就是一个人的眼睛啊被射肿了啊，尖啊射尖射肿了啊。那为什么要正好就射中了眼睛呢？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眼睛特别的敏感啊，眼睛特别敏感，眼睛射中了这个尖，那特别特别的痛苦啊，很明显，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为什么要将这个眼，他是为什么就说这个射中眼睛，因为箭射中了眼睛啊，当然眼睛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的心里啊就是产生了某种这种感受的时候，强烈感受的时候，我们是失去理智啊，失去理智，
比如说我们追求某一个感受啊，然后我们是失去理智的啊，这个时候是没有理智，你看不到的，因为你太喜欢这些感受啊，你就会这个感受的后面走啊，跟着这个感受走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失去了这个辨别的能力啊，就是失去了这个这时候呢，你没办法去辨别啊，这个我该做啊，我不该做啊，这些失去这些，因为就人就是这样子，人平时比如说人有这个甘心的、离心的都有，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人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比如说人特别恐惧的时候，特别害怕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恐惧，也是一种感受啊，那这个时候大家手忙脚乱啊，人这个时候呢，很多平时该做的事情，那个时候都想不出来啊，这样子就。这也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追求其他的，比如说自己喜欢的这种感受啊，然后也就失去理智啊，所以呢，他正好啊，这个箭啊就射中了眼睛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啊，就降到这里，然后呢，后面的啊，他后面的这些很多的就没有讲啊。台儿就是正好能够感受到外面的啊，就未知啊，这个时候他就发育就已经是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生命了啊，然后后面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变成了其他的啊，就是这个就变成其他的，已经成长的，已经是一个成人了，这个过程就没有讲，因为这个过程不是很重要。然后呢，第八值就是矮值啊，矮是什么呢？爱就是喜爱实践的圆满，实践的圆满就是我们世俗人的生活当中的名啊、利啊、就是物质啊、权力啊、地位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我们世俗的人喜欢的或者是追求的、羡慕的这些东西啊，就叫做实践的圆满。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啊，就开始产生了啊这个。爱啊，这样子的追求，因为我们刚才就是他通过这个跟外他的这个啊器官，就是通过外面的世界啊接触，通过接触外面的世界，就感觉到了一种感受啊，痛苦呀、快乐呀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感觉到了以后，然后就开始产生啊。他每秒的喜欢的啊，这样子的感受啊，他就喜欢啊，爱追求啊，然后不喜欢的、不每秒的这样子的感受呢啊，他就排斥啊，他排斥不追拒绝啊，那么拒绝也是一种欲望啊，他就希望有不存在他的这样子的感受啊，拒绝这个东西那也是一种欲望，所以这个时候呢，欲望就诞生了。那这个欲望啊，就叫做爱啊，在这个在佛经中，就十二缘起上用的这个爱这个字呢，它意思实际上就是贪欲，实际上就是贪欲，欲望就产生了。那么这个爱执跟前面的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啊，这个熟，因为感熟，它有了这样子的感熟的时候，对这个感熟就产生了一种。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喜欢的这种感受啊，他就开始啊喜悦、喜欢、追求、接受，然后他不喜欢的这些感受呢啊，开始这个拒绝啊、排斥啊，这样子的态度就产生了。然后这个态度呢，即使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熟啊，刚刚讲的觉受啊，刚刚讲的感受是他的果啊，同时呢，他现在又开始啊，这个喜悦、贪欲、欲望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又开始这一生啊，又开始造其他的业啊，行善啊，造罪啊，这样，然后这个业就从爱这个地方开始啊，然后呢，就准备下一世的这个下一世的这个旅程，是这样子。那么爱这个地方啊，这个爱这个知的这个吐呢啊，就是一个人在喝酒啊，酗酒，这个
这个人在喝酒啊，另外这个人的手里面的，这我详细看了一下，实际上就是一个装酒的这个，就是酒罐子啊，然后呢给他倒酒啊，倒酒，然后呢这个人，另外那个人手里的啊，这就是一个酒杯啊，佛经里面呢也是这样子讲的。然后这个熏酒啊，上瘾了以后呢，那有些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喝酒对他的身体啊各方面都不好啊，但是呢他因为上瘾了以后呢，他就是就没有办法了啊，他也自己也就控制不了了，他控制不了这个，那他知道这个不是很好，但是呢他就控制不了啊。同样的，我们有了癌啊，这样子以后呢，有了欲望，这样以后呢，他有些时候也就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啊，但是因为这个欲望啊，要控制就没有那么的容易啊，这就像酗酒一样啊，酒精上瘾了以后呢，啊，那就很多人是没办法控制自己啊。那同样的，我们很多时候理论上、道理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什么是可以，什么不可以，道德呀、准则呀。然后大家都讲，或者是佛法呀，这个大家都讲啊。但是真正要面临一些这样子的欲望的时候，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呢，然后啊，我们就很难控制啊。平时我们去制止别人啊，然后呢讲道德呀、伦理啊、佛教啊，这都头头是道啊。但是呢啊，要真正要遇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能控制下来的人啊，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人了。所以这跟这个熏酒啊是一样的啊，所以癌啊这个字啊，癌这个字，佛教里面呢，比如说癌这个字是用的是什么方面呢？就是它佛经本身用的是稍微负面的啊，就是一个稍微负面的一点点贬义的啊，就是欲望啊这方面。然后呢，正面的，比如说像慈悲啊这些呢。他平时呢，早期的佛经里面呢，不太用这个爱啊，就是用那个，慈悲啊，慈悲这两个。如果是用爱的话呢，那自己对无自己的这个无余啊，就是这些。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呢，就是因为西方宗教啊，并经常像基督他们也就用爱，然后呢，我们世俗呢，就平时也就是。现代语言当中爱呀、啊、还有就是爱心呐、啊、这些就比较多，所以呢受到这些影响，佛教我们现在时候呢也就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啊，就是也用到正面啊，这正面啊也用啊，实际上这个爱啊在佛经里面它本身是一个这样子的爱，就是它的欲望啊，它没有说这个是慈悲。但是慈悲啊方面呢也就可以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有了这个欲望了啊，开始有了欲望啊。在佛经里面呢，有讲这个，大概也就是16、17岁以后呢啊，开始啊，就是这以后的人生，就是因为是癌啊这个阶段。但这个也不是说，并不是说这个之前是没有欲望啊，但是佛经里面有些时候有这样子的。记载，然后就癌就开始了，从这个地方。然后第九取就是第九指，取就是第九指啊。那么取是什么呢？取就是索取啊，索取。比如说我们这个图里面那也就看得到啊，佛经里面讲他本身这个人啊，他。就是摘啊，摘这个果子啊，摘这个水果，它本身是有很多的水果的啊，但是呢，它还要去摘，还要去自己亲自去摘。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第一个啊，感受我们的感官啊，跟外界接触了，那么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当中呢，有很多都是他喜欢的，我们世俗人喜欢的啊，爱就产生了。那么爱产生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去追求啊，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这个取就是追求啊，去追求名，追求利啊，然后呢，追求各种各样的这个世俗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
刚才前面这个禹王跟他的区别是什么呢？禹王这是心里产生了禹王但是呢还没有发展到去追求啊索取啊这样子的程度。那么现在前面的这个癌已经发展到就现在已经是不能控制自己要一定要去追求什么东西的这种地步了实际上刚才的这个癌这个禹王已经发展到很高的这个程度了。那么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呢，那人就自然就去追求那么取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生活而去很多营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去追求各种各样的这个营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当然呢就会造业造什么业呢有些时候呢也有做这个善行善我们也做很多好事然后呢同时呢也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有些时候呢也会做很多的坏事做很多坏事。那么不管是善事坏事，那么这些都叫做业都叫做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取的过程当中，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索取的过程当中，然后又开始造业了又开始造业了以后呢，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然后又开始我们回到刚才的前世的无明和心这个行动的心回到这个上面了又开始又是另外一轮的这个轮回就在形成刚刚还没有结束没有结束这一生的这个轮回的时候呢，它又开始就开始形成下一个轮回。所以这个轮回就这样子没完没了的它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它是在一个这样子当中这个循环然后又在准备下一世再回来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个当中呢它就取这个过程当中就做很多的这些造很多的业然后呢就准备下一世。然后这些造业造业的时候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做了一件坏事然后呢我们当下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做这些比如说你偷了别人的钱包然后呢就钱包的钱拿去喝酒然后就结束了就没了就其他没有看到什么他觉得很好然后没有发现什么。但是当下还有一个事情呢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他有这种头倒的心刚刚产生的时候到最后他第一个把别人的钱包偷了，然后呢不但是偷了，他把这个钱拿去喝酒寻酒，然后也许就干别的坏事然后这个结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有一个无心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就是储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储存在意识当中，意识的最最最最最低层，也就是阿赖耶识我们平时讲的阿赖耶识，就储存在这个里面储存在这个里面，这个是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表面的感官能够感受到的这些信息然后它更细节的东西呢是没有看到但是呢它就是中这样子这个留下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东西以后呢，当它逐步的会成熟，然后成熟了以后呢又变成了这个下意识的它下意识的这个推动力就也就是下意识的，我们刚才讲了那个他划了一个船然后呢几个人在划船呢，那这个东西呢下意识的划船的这个工具变成这个船桨是这样他自己在做所以呢佛教他们就是认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像上帝或者是像过去还没有佛陀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上帝这个说法这个是后来的说法。
那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上帝，但是呢，印度教里面有特别多的神，神特别的多。然后呢，这些神大多数，比如说每一个教派啊，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神，然后呢，这个主要的神下面呢还特别特别多的神。那么主要的这个神，他就是就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他创造的。每一个教派都这么说啊，佛。但佛教就是唯一在印度宗教里面唯一一个就是佛教啊，他就觉得没有这样子的人格化的啊这样子的神啊，一个神是不可能推动啊这个世界的变化啊，一个神是不可能创造这样子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呢？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样子，它不需要其他的创造，就是我们反复的去啊，上一世的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旅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开始又去啊造下一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啊轮回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缘，自己去做啊，然后下一世用，因为下一世的这个轮回呢，因为自己在这个时候当下做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下一世的轮回的推动力啊。轮回的因缘，然后下一次就又诞生了。那下一次的时候呢，又是这样子，所以人就这样子不断的恶性循环。那这叫做轮回。除了这个以外呢，就觉得没有这个这样子的造物主啊。如果你一定要造一个造物主，那对，就这个业啊，业才是推动力，没有别的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这个因果，那么这个因果我们等一下可以解释。它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我们平时听不到的一些这个佛教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是第九然后呢第十第十叫做有有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有就是这个轮回轮回我们平时叫做善劫六道善劫。善劫是什么？善劫就是这个余劫余劫就是我们人类还有动物这些了然后再上面呢就是色劫，再上面就是五色劫，这叫做善劫同时呢很多时候呢也叫做善有善有善劫善有，实际上就一个意思善劫和善有都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善有实有之，实际上这个有之是什么呢有之是刚才我们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首先我们的感官跟外界接触然后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某种这种这种感受，然后呢这个感受就是让我们产生了这种各种各样的欲望，然后这个欲望呢再发展了以后呢再发展以后呢，然后就让我们这个去追求追求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一系列前面的一系列的这个因缘全部聚合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才这个当中就是造很多的业，那么这个业现在它就变成了就是一个下一世再转世的一个完整的完整的这个因因缘。那么这个因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第二个行跟这个有实际上是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呢行是前一世的业力有是这一世造的业力然后就是有了这样子的这个业力，那这个有之，实际上有就是善恶的因果，善恶的业实际上就是业。这个业跟前面的业有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前面的这个业现在已经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完整的因缘，就是完全可以投身到下一世他有这个能力就是这意思。所以有可以作为两种解释一个是轮回这个就是果，从果的角度讲轮回，轮回是下一世的轮回。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轮回的因轮回的因就是这一世的这一世的这个这个业力业力。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无论是哪一个都可以叫做由啊，由就是轮回的意思。所以呢，轮回的果也叫做由，轮回的因也叫做由。那现在具体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十二缘起当中的由要怎么理解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他不是去追求各种各样的这个权利啊、地位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造下的业现在就叫做由为什么叫由呢？因为这个是形成下意识的轮回的一个完整的因所以呢，这叫做这个所以这个就叫做由此处解释为轮回的因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解释为这个轮回的因轮回的因，下意识的轮回由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也没有开悟，没有证悟，然后我们也没有去修心虽然我们去这个做了一些善事比如说慈善呐等等公益做了一些善事，但是这些善事呢也是就是这在佛教里面这叫做有漏的善事这个就是它也不会这个控制我们的这个轮回，它也不能阻碍我们的轮回。所以现在呢，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下意识轮回的因，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了这样子，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如果这个失去的话那么去世那么他就一定会轮回的因为他的轮回的这些所有的因缘都已经具备了。然后呢，他这个控制轮回的，或者是给轮回做障碍的，比如说证悟空心的呀，这些呢一个都没有然后呢，其他的因缘呢全部都具备了，所以呢，这个人现在完全就可以这个轮回了。只是永辞不这个轮回的因和性质是一样的是一个东西。我们前面讲的第十二支里面的第二支跟这个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前面的是上一世的第二支是上一世的，这个是十支，第十支由支是下一世的，实际上这个是两个，它的本质是一个，只有永辞不同而已实际上就是一回事。然后做了这个有了这样子的，造了这样子的业以后这个图里面呢，它传统上就是这样子画的，这个图是又是一个父母的精卵结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因为它已经是这个造了完整的这个因和缘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就完全就投身了完全就投身到下一世，然后就变成了下一世现在还不是，但是呢，它这个因缘已经是完全具备了这是第十，然后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义叫做圣旨圣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一世这一世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前世、这一世和现世和下一世下一世今世或者现世就是就这个地方呢已经就讲完了，前面从这地方十以上就是现世后面的这样子理解，这个第七以上全部是现世，然后呢第八第九第十这三个他们即时现实的现世，有时后世的因有时后世的因，下一世的因。然后这个我们看刚刚也讲过了，再提醒一下，第七第六第五、第四、第三这些呢都是就是前这一世的就这一世的果，这一世也是现世，也是前一世的果，也是现世他们不是下一世的因就是这一世的。然后从这地方，从八这个地方呢，这些也是现世但是呢，他们同时呢也是下一世的因第八、第九、
啊，第十都是。好，然后呢，就第十一啊，第十一以后啊，第十一和第十二啊，十二元气的最后的两个啊，最后的两个啊，这是下一世啊，它是下一世。生啊，然后就下一世又开始投生了，开始下一世又投生啊。生就是前面讲的十啊，我们前面的这个第二啊，无名以后呢，第二就是十啊，第二支的这个十跟这里的生实际上呢是一回事啊，但是呢十就是这一世的投生，刚这一世的第一生命的第一生命的开头啊，应该叫开头。然后这个十亿是下一个生命的开头啊，下一个生命的开头。实际上两个都是生命的开头，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一个是这一世，一个是下一世，实际上啊都是一个。然后也是啊投生的啊，也是投胎的啊第一刹那啊，生就是投生的第一刹那。啊，这两个是一回事啊，这两个就是一样的，只是用词不一样啊，用词也不一样。然后呢，本质上呢也没有其他的区别，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是一个是这一世的生命的开头，一个是下一世的生命的开头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啊，没有其他的不一样。那么，啊，这个叫做生殖啊。然后现在啊，刚才前面啊，把下一世的所有的因缘都这个准备好了以后呢，那现在呢，又开始第三世了啊，第三世或者下一世啊，第三世。那么这个突呢啊，就是这个是一个要生小孩的一个突啊，他画的比较简单，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嗯。那这个就是图，也就这意思，内容也是这样子啊，就一个生命又开始啊诞生了啊，一个生命的又开始诞生，这是第十一。然后第十二就是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呢老和四啊放在一起。然后老和四为什么放在一起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佛教的意思就是说，老和死啊，它是没有顺序的，没有顺序的。那也许他会老了以后再会死啊，也许根本就没有老啊，就会死啊。所以呢，这人啊，也许啊，只有死啊，没有老啊，然后呢，不可能有一个只有老没有死的啊，但是呢，有可能有啊。只有死啊，没有老啊，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这样子的人也很多。所以呢，佛教就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佛教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啊，为了提醒大家啊，不要以为啊，我老了以后呢啊才会死啊，现在我时间还很多啊啊，都来得及啊。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呢，就是一直都拖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佛教就是说啊，你要该做的事情呢，就是一定要啊早一点就去做啊。比如说每一天啊都有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啊就是该做的事情就不要拖啊。所以为了提醒大家啊，把老和死啊就放在一起啊，这是这个意思。老和死是那就下一世了，那下一世的老衰老。然后再死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当中啊就讲了啊三个这个人的这个三个应该叫这个人生啊，前面的第一个啊，中间有一个精神，然后呢这两个是后世的啊。前面所讲的啊，从名色到熟之间的全部的过程，实际上这个里面呢啊，就只用这个老和死，但实际上这老和死呢啊，这里面呢又还有其他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色啊，名色到最后的这个熟之间的这全部五个啊，实际上就这个老和死这个当中都有啊。那么全部的过程呢都是包含在这个里面啊，老和死啊。
那么这个突呢，突这个人就是背了一个东西，什么意思呢？背的是一个人死了以后的尸体啊，他尸体，他把尸体就是送到就是比如说，印度当时呢，印度也有很多的送尸体的地方啊，放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像斯托林啊这样子的地方。然后那就是云尸体的一个过程啊，这一个意思。这人背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尸体，所以就是说人啊，最后就是这样子的死亡啊。那么这个就是十二怨气了啊。那么十二怨气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有是第一个，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第一是有是无名啊，然后由无名开始啊，就这个循环。那么这样子，这是一个全部的这个轮回啊。那这个轮回呢，它是这样子形成的。这种轮回啊，平时我们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十二缘起制。那么十二缘起制，这叫做缘啊，这叫做缘起。我们前面讲到的缘起，然后怨灭啊，那怨灭就是什么呢？怨灭就是我们回到这个从无明这个地方从无明这个地方圆灭把无明断掉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这些呢也都会也会断掉。所以就是佛教的这个最后他们的这个最忠实的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智慧。然后为什么这么忠实这个智慧呢？因为断除这个无明那么就只有这个智慧才能够断掉除了智慧以外比如说我们烧香拜佛呀，还有做各种各样的慈善功德呀等等那么这些都很好但是呢它就是破坏不了我们的无明它跟无明是没有任何的矛盾的。比如说我们我们自己就是保持我们原来的所有的保留我们所有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善事这不矛盾。所以只有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呢，通过智慧再把这个轮回再把这个无明断掉，然后无明断了以后呢断掉了无明以后呢，然后其他的后面的这些呢也就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就他们也就不会诞生，因为没有他们的影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回归的路程。我们上午讲过了，这回归的路程，那么这个就是解脱解脱。所以佛教就是认为我们一个人要解脱，那么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智慧。然后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轮回它没有其他的原因，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当初的时候呢，当一个生命刚刚诞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是错误的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然后呢也就只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当下的这个一个念头一错然后呢后面全部都错了就一个念头，一个错误的念头，然后就所有的错了，后面都全部错。错了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我们去烧香拜佛呀，还有念经做很多很多的善事呀，那这些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些他们都不跟我们的无明冲突那么不跟无明冲突的话呢，他们对无明呢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无明和无知是没有任何的迫害没有任何的迫害性。没有破坏了以后呢，那就是不能解脱所以就是我们第一个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慧就可以断掉这个无明。所以就是要开悟那开悟怎么开悟呢开悟也就是我们跟我们的意识有关系，也是佛教心理学里面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平时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深层次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结构，这跟我们是真的一无所知它的结构方面呢我们根本不了解
我们了解的就是他的这个表面的反应啊，表面的反应，表面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反应，这个我们比较了解一点点。但是它的深层次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的。比如说科学家也不就是说嘛，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大脑只开发了5%啊，然后呢，如果是全部开发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不可思议就觉得啊。大脑也许可以开发，也许不开发啊。我们佛教的密宗里面呢，有一个大脑开发的方法，确实也是可以开发的。确实，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脉络啊，很多的脉，他们平时是不太工作的。如果你全部打开了，让他们工作，那肯定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效果，不一样的效果。但是我们比如说日常当中啊，这些脉。是不会用，比如说密宗里面就是讲我们人体里面呢有这个72万个不同的脉啊，72万个不同的脉，然后呢这些脉打开了以后呢，它有很多很多我们人体的非常神奇的功能啊都会出来，然后大脑里面呢也有500多个啊有效的可以开发的啊。这样子的脉啊，是大脑里面当然有很多这个毛细血管的，当然是无数的，这个说不清楚，这个是没这说不清楚的，这个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有效可以开发的，开发了以后呢有用的啊，都有500多个这个脉啊，这个是可以这个脉轮顶轮打开了以后呢，这些都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啊，那么就。这个可能时间也就改变了啊，然后呢我们人的这个很多的比如说人的感觉啊，人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啊那这些也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啊，但是这个大脑也有这样，但是主要佛教里面讲的是这个我们的意识，我们意识的结构我们不了解，最不了解的就是意识啊，意识的这个深层次我们不了解，那么这个当中呢是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的意识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现在的这种情绪，那么它的深层次呢有一个智慧的部分啊，智慧的部分，这个就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比如说一瓶啊浑浊的水，一瓶浑浊的水啊，那么当它是浑浊的时候呢它这个里面呢有很多非常清澈的水的分子啊，水分子它永远都不会变成这个浑浊的啊，只是这个水分子当中啊就是掺杂了很多其他的泥啊沙这样子以后呢就表面上看起来变成了浑浊，但实际上水分子本身是不会变成这个，它永远都是透明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里面的就是有一个透这个清澈的水分子，我们看起来全部都是浑浊的。同样的我们的意识表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烦恼的这个意识，它的深层次里面呢有智慧，有先天的智慧有一个先天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通过禅定就我们通过禅定把这个我们的现在的情绪没有用的情绪就是让它慢慢的沉淀沉淀了以后呢我们意识当中的这个智慧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智慧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去看我们的意识呢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证悟我们的意识能做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从理论上可以了解一些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意识也可以体会到一些比较深层次的这个比如说缘起佛教讲的这个空心这些稍微比较能够感觉到一点点，但是呢真正的开悟呢意识它本身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佛教的开悟呢不是拿这个意识去开悟意识它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觉去听声音的话，
那我们下了再大的功夫啊，也是没有用的。它本身是用来看东西啊，它不是用来听这个声音的。所以呢，这个是永远都做不到的。同样的，我们的意识，这个表面的这个意识呢，它本来就是用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思考一些问题啊，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啊，它可以第一个，它可以从理论上啊了解一些知识啊，理论上了解一下空性啊，啊，这个它可以。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它稍稍啊大作的时候，感觉稍微好的时候呢，对这个对空性啊，对这些东西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了解，或者有一点点的感觉啊，应该讲这个感觉和感受啊，那这个是有的。但是它真的要这个去，深入的去啊了解或者是感受啊，去感受这个空性啊，那他是做不到的。那么他做不到，那我们拿什么东西呢？就是把他的深藏在啊这个他底层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调动起来啊，就像我们水啊，浑浊的水，然后呢一动不动啊，放一两个小时，然后呢它自己就变成了啊，清澈的啊，这个其他的泥沙都是沉淀啊，沉淀了以后呢，它就变成清澈的。同样的，我们啊，不要去啊，这个干扰啊，我们的意识，然后呢，让它通过禅修啊，逐步的去让它添这个沉淀，然后沉淀了以后呢，它的这个智慧的部分啊，它就出来了。那智慧的部分出来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指挥这个层面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自己完全可以感受自己的本性的啊，自己的本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啊感受到自己的本质的时候，然后这叫做明心见性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见性啊，见性什么是见性？我们知道见性，性就是本性啊。本心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个佛心啊，这个本心。然后见心是什么呢？看到了啊，看到了。但平时我们用看见的见或者看这个字，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眼睛去看了、啊、这实际上是他自己感觉了，那他自己感受了，感悟了啊，这样子。那明这个就是叫做见性啊。那明心是什么呢？啊，明亮的明啊。然后呢，明心是什么呢？用明心去见心，而不是用意识去见心啊。大家可以考虑，可以想想这四个字的意思啊，就是明心去见心啊，而不是无明的心去见心啊。无明的心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啊，它全部都是被无明啊已经污染了的心，所以它是不是明心？因为它不是明心，所以呢，它也不能见性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明心啊，然后明心见到了以后呢，让它去见性啊，这样子一下子就啊开悟了。那这个是人的心啊，这跟这个造物主啊，跟某一个身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根本就没有关系的。人的心本身就是这样，它的底层就是一个这样子非常纯洁、非常透明啊，这样子的，它本质就是这样子。所以通过这个本质去见性的时候啊，然后呢一下子啊就明白了自己的心的本性啊，然后呢心的本性明白了以后呢，因为我们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心啊，因为我们的心啊就是看错啊，然后呢相错啊这些事情。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啊，这个我们十二缘起当中啊，刚才从这个收一下啊，从爱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就因为各种各样的欲望贪欲，然后造业啊，都是不是这样子出来吗？那么现在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性的时候呢，那么问题本来所有问题的来源源头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那么这个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外面的世界这个时候是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不会有关系，这不会有什么影响，这叫做开悟，从内心当中啊就断除了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烦恼。所以他们最最最啊
忠实的就是指挥，然后呢智慧用智慧把这个无明推翻了以后呢，然后后面的这些全部就会啊会主动的啊就会停下来的。那么这个叫做缘灭啊，缘气和缘灭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啊就知道这个轮回啊它是啊怎么啊产生的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它是怎么形成的啊，这些呢我们基本上啊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了解啊，它对轮回大概啊大家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开始啊讲这个苦谛啊，苦谛啊，这样子苦谛是怎么样，什么叫苦谛啊，人啊六道轮回啊怎么是苦啊，然后这个苦啊怎么去解决啊，那么这些都是在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啊这些都是建立在啊这个上面。然后从这个上面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习的话呢啊，我想对这个轮回大家会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学习佛教的这个啊心理的这个结构啊佛心智慧阿赖耶识等等啊，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是讲的比较清楚一点。首先是我们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轮回啊，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我们还没有讲完啊，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下一个下午的课里面去讲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啊，我想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大家问个问题啊。唐哥您好。你好。我刚刚学习，可能问一个特别小白的问题。好的。就是那个轮回的全景图里面您讲到，就是刚才我们您跟我们讲了，就是那个十二缘起之、嗯、对，那个十二缘起之里面不是五道或者是六道的轮回吗？嗯，那个我就在想啊，就是进哪一道跟这个外面的十二缘起之的那个关系是什么呀？进哪一道基本上这个六道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过程，但是现在讲的这个十二缘起主要是针对是人，主要指比如说一个人投生的过程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除了人以外有些动物也就是他的投生啊，还有就是他的生活啊，这些比如说他也喜怒哀乐呀等等，这些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大部分的六道里面的投生的方法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些是比如说他不需要父母的这个精卵啊，他也没有那么长的这个怀胎的时间，有这样子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就是不在这个十二缘起之当中。十二缘起之呢主要是针对是人。嗯，谢谢您。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们这辈子不是人，但这辈子是人、嗯、但是这个十二缘起之，就是因为你还讲了来世嘛，嗯，是来世就不一定是了。来世就不一定是人，对不对？对，就是这个十二缘起之里面哪一个决定了下一辈子是人或不是人？对对对对，这个很好，对对对，这个特别好啊。这前面是这样子，十二缘起之里面呢，你下一世是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就是这个来决定，这有就是业来决定。你比如说这个造的业是善业啊，善业，然后呢善业当中呢，比如说你要投身到人的话呢，善业里面的稍微比较好一点的业，然后就可以这个投身到人，那主要是这个来决定。那还有一个前面比如说取啊，这也跟它有关系，然后呢主要这三个，应该说这三个共同就决定啊下一世是人还是其他的。比如说啊，那个八九十，主要这三个来决定你下一世是人还是动物还是什么。谢谢您。嗯
就是十二缘起之，就是缘无明。对对对对，无明从哪里来？这个我们刚才，你看无明从这儿来，这里轮回的诞生，啊，轮回的诞生，无明呢从佛心啊，从佛心当中产生。嗯，对，我知道你们会问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就是专门弄一个这个图。谢谢老师。老师，我接着刚才那个问题问，那就是都是佛性，然后忽然有了一个意识，您打比方就说好像古琴有人就是拨了一下弦，嗯嗯嗯，那这个意识又从哪里来？第一个意识从哪里来？是谁拨的这个弦？对对对，这个问题特别好啊，这佛教里面也是一个难题。比如说这个孤枕的弦当然是人的手指去动，然后呢发出声音来，那么这个是这前面都是好好的这个佛心啊，非常纯洁的，那怎么突然中间就冒出了一个意识呢？他也就是不可能没有因缘吧，佛教都是处处都讲因缘，那他应该也有个因缘，那他的因缘是什么呢？啊，这下子这就是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难题。为什么呢？如果你说这个佛心当中有一个因缘存在，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啊。如果是佛心当中不存在啊，意识现在诞生了，但是意识的这个让它诞生的因缘是什么东西，这个解释不清楚。所以呢佛经里面就讲他的回答，他也自己给自己提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又回答说什么呢？佛心里面啊，它是没有真正的这个意识的存在，因为意识还没有诞生啊。但是呢意识诞生的可能性啊，有一个叫做意识诞生的可能性在这个里面存在。但如果你再问可能性是什么呢，这我也不知道可能性是什么。意识诞生的可能性也是一种能量啊，我猜的话也是一种能量。因为是有一个区别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成了佛以后呢，那会不会还会出现呢？啊，这个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成佛以后呢，他把通过修心把这个可能性啊就已经消灭了啊，所以这个成了佛以后呢再也不会出现这个意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性也就没掉了。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莫名其妙从佛性当中就产生了一个意识呢？啊，那因为这个还没有没掉啊，还没有没掉，所以呢他是这个他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就产生啊。从它的比喻是什么呢？比喻就是弓啊，弓就是一个我们也可以织咬啊，也叫做书我们平时老百姓叫做银水啊，银水啊，那是叫弓啊啊，水银，对对，我们平时叫做水银，我们平时叫做水银啊。那么那个，比如说。水阴啊，它小毒了以后呢，它是可以拿去止咬啊，止咬的乳咬的。如果没有小毒的话呢，那这个是止鸣的啊，人就不能进入人的这个嘴里啊，那就是止鸣的。那么它小毒和没有小毒之后是什么区别呢？它水阴它的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它上面的毒性啊就是消除了啊，不存在了。那么成佛之前的这个佛心和之后的佛心是什么区别呢？它就是像这个水阴一样啊，它本身本质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它的这种可能性没掉和没有没掉，之前是没有没掉，之前也没有意识，但是这可能性存在的。然后呢之后呢念这个可能性啊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呢啊，前面的这个佛心跟后面的佛心呢，它本质上没有什么看不出什么本性，但是前面的也佛性，但它是没有被小毒的这个水银一样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有这个意识诞生的可能性还存在。那后面呢这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它通过修心证悟智慧把这可能性就已经消灭了，不存在了所以他再也不会轮回这个这样子的差别。所以佛经里面呢他也没有讲这个可能性到底是什么，我猜的话呢那就是应该就是一种能量一种能量，还没有形成一个真实的像仪式呀之类的东西的一个非常细微的跟
如来藏这个佛心根就是比较 不太容易分得清楚的一个这样子的能量啊，这个时候在啊，那么那个能量就让意识就诞生了，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问题也经常问，你们也可以如果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的话呢，那个我们回灯之光的书里面有一部有一个文章叫做佛教的无中起源说啊，佛教的无中起源说，那这个里面呢就专门讲这个，因为这个我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所以就干脆就写一个东西大家就来看，但是呢再问的话我也没办法回答了，就这这有些东西都语言没有办法回答，到底我也不知道这个可能性是什么东西。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这个六道，您说这个六道是不同的业力，不同就是所招感的不同的维度。对 对, 对。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嗯？就是人的六道其实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您刚才说如果是天人看这个地球和这人道的话，那就是天人的世界。对 对。如果是恶鬼看这个我们的人道的话，那就是恶鬼的世界。对。那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六道轮回在人的一生，比如我们生病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个就是不好的这个地狱道。嗯。或者说，比如说我们那个佛心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在天人的道，嗯、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有比如说你特别的恶的时候呢，就是跟恶鬼有一点点相通啊，然后呢特别是通的时候呢跟地狱有一点点相通，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对应啊，可以这样子相可以，但是呢还是不是真实进入了恶鬼呢，还不是，也还不是真实进入了这个地狱，这个也不是。实际上比如说佛教这样的轮回啊六道，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完全可以找到相应的地球上的六道啊，地球上的六道，比如说地球上的恶鬼在哪里，地狱在哪里，我们一下子就想得出来，哦，地球上的恶鬼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这样子。比如说这个非人阿修罗，他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特别喜欢战争啊，特别喜欢战争，特别能喜欢战争，天天发动各种各样战争，是哪里呢？大家都知道的，对。然后呢这些是这个地球上也有的，但它还不是，还没有那么的严重，再严重了以后呢，那就变成了真正的地狱和真正的这个恶鬼了。所以这些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比如说人的一生当中啊，也有比如说当我很想是一个恶鬼的时候啊，我很想是一个地狱众生的时候啊，这个有，但是还不是真实的。谢谢老师。嗯。不，您好，您在讲到实支的时候说中医生的心识融入到那个受精卵，对，那个中医生的心识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嗯，中医生的心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啊，我们现在就是人有一个意识，然后这个意识呢实际上人死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的思考，这个意识它分很多的层面，分很多层面，他的意识的层面是跟大脑是有关系的啊，跟大脑有关系，所以没有大脑了以后呢，他这个层面是他不能去思考。但是人还有阿赖耶识啊，这个人的阿赖耶识跟大脑是不会有任何的关系的啊，他也不需要去思考。人的思考意识层面上的思考是确实是跟大脑有关系，比如说大脑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以后呢，人就表达不出来啊，或者思维不正常啊，这个是常见的。所以这个密宗里面呢也有讲，这个意识跟大脑有关系，但是阿赖耶识跟意识是没有，大脑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阿赖耶识还在，那么他从人的这个肉体啊不能作为他的载体的时候呢，他就会分离出来。分离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在比如说他找到了这个父母的这个精卵结合的时候呢，他就融入到这个精卵当中，然后又逐步的变成一个人的生命。那个心识就是指的阿赖耶识，主要事实是阿赖耶识，具体的说的话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老师，我想追问一下，那个阿赖耶识是我们这个比如说个人个体的阿赖耶识，还是众生的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是个体的阿赖耶识啊，每一个人就有一个阿赖耶识。就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我们平时感觉到的这个意识，这个精神世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精神世界的一层，最表面的一层。然后再下面呢还有几层啊，一个叫做这个摩那识啊，再下面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然后再下面就是佛心。所以这个阿赖耶识是除了佛心以外，它是最基层的最深层次的那个意识的层面。所以这个我们平时是感觉不到，但是如果打坐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意识杂念全部啊清理了以后呢，就到这个层面了啊，那个时候就到了那个阿赖耶识的层面。禅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感觉不到，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它没有什么功能，因为它也不听啊，它也不看，它也不去思考，都不会它去做。然后呢，我们比如去看东西的这个视觉呢，就还有就是听东西的这些呢，都是叫做五识感啊，这感官的五识。然后呢，思考的这个呢叫做意识。然后阿赖耶识这个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太起作用。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反思啊，所有的这个意识都是阿赖耶识，也有这样子的说法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纯金啊，用纯金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收饰啊，做各种各样的收饰，这些收饰的装饰，这个它的那个它的样子就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收饰都是一个啊。这个纯金啊，一个东西做的，所以呢它都有一个纯金的成分啊，不管是什么首饰它有一个纯金的成分，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眼耳鼻舌身都有一个阿赖耶识的成分。但是阿赖耶识它也可以独立，单独可以分开啊，那个独立的阿赖耶识是日常生活当中它不起什么作用。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